真的。整盘都在养。对对对。现在吃木鱼很少。啊，不用吃木鱼就很少。不要光是吃木鱼肚，还要无刺的。就是这个。要求啊，要求！哎，同学，我觉得这个蚊子更大，先生，还好啦，大小差不多啦，还要吃一头，我怕我都封城啊！大两块也好，哎对，什么人诶？三百多，三个呀？啊，搿真正有送哦，迄地方我吃啦，靠腰别笑，搿送伊，对啦，大哥，你确定了？可以到时阵就收收啊，我紧，人不用去，咱就变有人来。有要吃几台来五百块，鱼头大了没有？来五百，来五百，五百鱼头买五百，看有人要坚持。来五百块来几条？来五百块超大颗的鱼头，来五百块算要吃鱼头的。有啦，看你贴呗。对，大了呗，这是要四五百。啊，就看你贴，我拢知影啦。你知影哦？你知影我的迄条，我的饼开啦吼，来五百块来，只能三，卖三个都。自己来，无你下尾无龟头，我无骗你来，五百块来。来三下尾咯，鱼头来，五百块来，这样头一半来龟头。哈喽，诶，我鱼头安尼定已经收收安尼。没啦，搁咧等你个啦。五百，我手内无命咧。手内啦，你要看咧金钱啊呢？谢谢，平我来，来两下尾咯，来鱼头五百块来。啊哟，这样提鱼头，五百块来。一个呀，对呀，哦，来，同学，你别两件干，兄弟，关键成交，你来。等于两件都五百，你差几两蚊啊？来个两包嘞，可有人吃到这安尼五百？喂，我给来一包伊啊，一包一包，我变少少呀，系哇？啊，你别变少少，一串我就给你买啊。不，无在伊吃到无变阿少。哦。嘿啦，所以伊遐个伊遐袂走，所以我咧报。来红龙七块，来三个蛋蛋都不啊，一堆蛋就黑了。来两，来三个两个鸟，两包做一杯五百，来三百的红龙七块三百块，有了哈，有了我收起来了。来红龙七块三百块，来最后两个人给红龙七块，来三百块来，超好吃的红龙七块龙背鸟，来三百块，来来来换换来，过来。要不要？哎，哎我来，这里要不要？来再来。再来，下来，这几位鸟，来红龙七块来，来进来一包三百，靠呀，一包你走紧来啦，来一百五，来这里啊，来那个小姐，我没有卖包了，就刚好再加一包了，哎呀，那位三位啊，你的运气不错，阿姐蛮玩的，还好，刚刚好，我刚好看到你，来，别吃黑来，睡吧，宝贝宝，
看出来，你看得几分？这一半四分。阿妈，好，阿你来讲，阿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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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对啊，是啊，酒来两百块完了。你看画面，像不似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蛋糕哎，四分。哦，就是一块料的是啊。那个，因为我换手机。哎，我换手机比较不会太刺眼。停停停停停，你啥？跟哪位？你几分？你几分？多少分？你看啊，幺零八，你绝对三分。哎，你搞什么？五分。阿哥来了。来，大哥来。阿弟有没有？来，你走吧。七个。女工你好。阿弟有没有？哎，五位蛤蟆。来，蛤蟆住在上面。蛤蟆那边有大哥来买东西啦。蛤蟆吗？你会听到他们的声音。蛤蟆住在上面啦。OK 啦。我们请。来，蛤蟆来。你在几分？加。蛤蟆来，谢谢姚。嗯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哎，来，我剩三包尔啦，回来啦。巴黎香薰鸡肉片哦，这早午餐，这早餐这点青椒会用来煮煮面。哎呀，没配你啊！这有 TV 啊，这是哎烟熏烟热啊，爽的了。阿弟，我包一样，我包两包，来一人包不要三杯，来我包个，来三包。姐妹们，香薰鸡肉片。哎呀，好，阿小姐，我底下吃好啦，我底下吃好啦。快扣完三包了啦，青菜啦。一人三，一人一包，一公斤来，一百块来。一包。香薰鸡肉片，好美味啊！一包，一百块来。哎、欸，这个我没有卖一百的，大家要不要？真的好吃，夹吐司、夹面包、做早午餐都可以。来一百块，最好能包两香鸡鸡肉片。来，吃饭过来，一百块，够两杯夹鸡肉片吧？来，大家要来，赶快，最后一包，鞋单上这不够，吃饭过来。洪哥，帮我后面包一下吗？没问题，一百块呢，还要考虑哦。好，去包。出去包两，对嘞，吃饭好。我已经吃饱了，最后价今天。一包，一包，我看到钱，一包，一包。我做咩啊？鱼啊你啊？本来这鱼啊，这鱼啊。看，都拍过来，给他给吃拍过来。看，有啊，三百几箱啊，弟弟们。然后喜欢店门口，我有贵无？这鱼两块多少钱？来，阿虾卷啊！来，阿要吃土龟贵，第八贵啦，第八贵啦，第八比土龟高。这个多少钱？几毛？给三百。三百。好嘞，宝贝。最好来，我们吃第八个，开五八，开四八，第八个会注意我，把用钱的拿来，三百块完了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卖鱼尾啊，全家撸啊撸，来加五只，加六只，加七只，加八只，三百块，来两百块了，第八个会来两百了，你个破饼，你加钱，三五只，两百块了。OK， 谢谢啊，第八个鱼尾啊，第八个鱼尾啦，啊，最鱼尾啊，用钱的无钱啊。来两百块，大家，第八个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什么人有大闸蟹？什么人讲讲有大闸蟹？大闸蟹，迄个，迄个阿虎啊，阿公的啊。啊，不要放那边，你给你。来两百块的，阿虎我靠，有大闸蟹啊！来第八个两百块拢讲咩啊？两个咩啊？啊，你剩了两百咯。我唔知道我都未生了，这第八杯做好吃，无饲啊呢，养一只骨仔呢，啊咱两百块吃买袂歹啊呢，来再搁上二来两百块来，来再搁请二来两百，来搁买两个都第八杯大大千多只，来两百块，我讲买两个，来身边人搞买第八杯，多少杯哦？阿哥请。少爷，有六千块啊？有啊。好，我照白金。六千多啦，白金好照白金。那个釜山虾全要卖下啊。来，叫门铁三两，要第八位呀！来，你阿叔想？喂，啊，两个拢走啊？唔受伤，要第八位吗？给你们看漂亮女生。大公鸡拢爱食鱼啊，叔。大哥，开始全部冻起，来，这要两包啊嘞。这只要好食，来，恁两个咬包包的，恁两个咬包包的，可以爽啊！来，上叫才多少有一个要走的呀？我无法多上去呀！来，两包块，来，恁两个吃，我放几块给你吃。两百多，再来，先别想啊！我给你提钱，你要提钱我啊！他带黑包卖你一百块，你不要我，我做不面子。来，阿要吃三杯酥鸡来，都搞好我来哈。来，虾卷两百块来，黑金买两百，五成虾卷来，一克啊十条。来，来一百，一克啊落去啊，我来两百块来。贵哥卖啊！贵哥卖啊！一克啊落去，来两百块来，做好价。你看我跳，你看我跳，后边的风声啊！喂，这个皇家鸡块赶紧做啦，要收好钱啦！我报告过那个，哎呦，压死我！
来了，百二。那就配冷静了。主权虾卷来，赶快。两个这边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主权虾卷。右边角落。来了，百块出去了呀，是吧？二十条，一片十条，我稍微 OK 的，我主权虾卷一条七十块。来了，百块真的好吃哦。来两百块。刚刚有了啊，现在刚刚来，阿伯伯也进来了，我出两片了，我带一个没吃饭啊。Hello， 大哥，感谢你。人间有温情啊，不懂啊。来了，小卷有人点哦。哦，小卷有人点哦，有没有小卷？我一个不好，我一个不好呀。哦，来，来，你吃干杯，说来，开始请台变法来。钱卖完了。你说。来，你吃干杯，说来，两百块。两百块。快讲，准几箱面啊？请你妈给你。上次有买到了几双，上次有买到了。明天再来好不好？明天就要去。今早被点上面了，有选项吗？来，好。被点拢请阿伯寄来呀。要选项吗？好。二十粒。有二十粒，全部送。这样被寄回成包。来，一百块来。好。一百块就好了，再送。一百六条。再来，说你。鱼跑到你家，你家里挑。一点到小姐，跨过你那个屏幕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一百块来，上面来选项。来，一百块钱，好啊。怎么可能没有啊？没有了，不能拿，不能收钱的，六个，哎，六个平均给他们的，没关系，超过二十块钱。哎呀，干不要亏心，侬干这就倒霉了。来，下次好了哈。来，哎呀，多少七个人给你都会，下次还得多少？有没有人有看到？啊，我来西湖来挖台，哦，这西湖挖台龙台，你可以，你可以挖台龙。你要跟他们去面偷情啊！哦，我再存一个呢。你收三个尔，你是？你挂三个唔对影。啊，无你啊，你存。啊，你个爱挂后人，唔着擦擦擦只牙齿未？快讲啊！你无给钱嘛？我未牙齿嘛？我毕竟咧最近哦，你有新严正公署查案。不挂钱从嘛，不要袂使。哦，警察来来来，看门的，来，有要吃鱼柳的，剩五包无啊？来，无饲的鱼柳，哦，三百一领，这完全无饲，只只三百，敢那两条尔，这一包一斤，爱卖两包，卖八百，五包尔无啊？你要几包斤讲？来，一百块来。一百块，无啊，无啊，你当假啊？无啊。是虾米啊？你讲无啊？你搁咧一个？你收咧上班啦？你上班一个啦？哎呀！来，要吃鲑鱼来，五百块钱。五百块，现在你要钱啊？来，鲑鱼五百块来，工作快送。来，五百块，看到他鲑鱼要小卷。五百块来，来鲑鱼上面吃金蛋卷，金蛋卷。我带个妹妹钓拍摄啊，要吃两块到的，这是条大只贝壳，公斤呢两百块钓了，个妹妹钓啊。来四条哩，来五条哩，公斤呢五条七百块哩，妹妹个来六条。来，你两个妹妹来，五百块的鲑鱼来收钱。来，五百的鲑鱼，五百块来。几个买？几个？几个啊？来，最后几个人给鲑鱼五百块，七条。对，会会，你有看到哈？对啊，这鲑鱼不会发笑没？会会有看到。对啊，来来，给你。当时是点一百五那个七条呢。后来阿妹吃鲍鱼，把其他钱没有呢。来，帅头哥了，身上不好。对。来来，免五百，免七百。来，要吃帅头哥来开三百。来啦，归去安尼啦，吼，较侪人买两百块，我得来。对，没错。看到了。较侪人买，较侪人买。等大货来。我是那一个，剩三个，好，剩三个好。乌龙面还没到货，你也超想吃。乌龙面还没到货。到货会跟你们讲。来一千的。你买一千龙头钱啦，还是？你安尼个工业咩走啊？什么呀？走安怎啦？工叫你走两三百。一个两百。哦。哦。你够丢啦。五百。你讲啥？来五个。哎，要不给五百？来，来，再投个两百，啊，够人无去，无咩无？少收一百。够人无咩无？不用啦，那个女生我不要，搭讪不好。你收钱不要省钱。不要这样搭讪人家，真的不行。要干，要爱人家客气，爱干你浪费。我看两百，你第一个收两丢两百，两丢一百。哎，你拿收一张一百，啊，要拄过一电话死啊，这个笑对袂个啊？你想咧看，但是目睭做不会的吗？来，要吃帅头哥两百块。我到，转转你啊！来，两百。讲你，讲好得啊！你可能也赢。来，我做你个转。帅头哥，拿回家吃咧呀！啊，来，帅头哥来两百块。来，两百块来。
来，阿小哥哦，来阿姐姐妹妹，来发小哥啊嘿，阿无买着蛤蟆哦，好，我阁有诶来，
来要吃原味鸡腿排，较紧的来，这样要求200块的。200块。原味的哦，原味的很少卖原味的哦。来，200块了。可以不？还有啊？还有给你买200，你收未？你若唔见，要一千个买五分，五分都三分啊！你讲我买，对吧？但你有头唔到啊？买200块，气氛好啦。来，给你买200，也两斤，一斤，这有位先生买，真的很好吃，没有骨头的这一份呐。来200块，飞机哦，到底来涨六厘啊？给我厘啊，没办法。来给。来，原味鸡腿排来200块来，给鸡排。来三个。冷巴，我才放一些青菜过去啊。来，冷巴过来，原味鸡腿排。来三个。一起两包。来。哎，吃了这样可以。当然有机会买啊。啊，再大一条。对。再多看点点小菜。来呀。来，冷巴过来，直接拿了，很好吃，这也好哦。你们就这样随意走。有兴趣啊，我不敢。你对啊，对，针对他来，再给我们招聘。来了，赶快招聘你来，冷巴。来200块来，原味鸡腿排。喜乐啊，喜乐啊，这真得奖了。来两斤，来两斤，整斤啊！你来，整斤啊！你来，整斤啊！你来，鸡排啊，来整斤啊！你来，200块了，斤两三十，我那钱最高。来整斤来，来原味鸡的排，来前面拿到了，来200块，最后两位喽，给鸡排，整个奖金价都这样，对，煎哪都价，对，好好都价，来最后两位，最后两位给鸡排200，还没有买的两位，来200块来两斤，来整斤，来两斤，两斤来200块，还有几两嘞？你又受不了了，好嘞，慢点啊，一分，一定买过来，就只收两分，看看就好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来，阿伯讲先过来，还有两分哦，来，兄弟，你这样子，你这样看看就好了。来，我爸好纯洁，让给，给你先过来，这样子让给我爸。来这边收。不啦，不能多说，不能多说，多说的话我没有东西给你们，等等拍谁？来，干贝叔都要三杯了，拍谁哈？黑西哈喽。来，干贝叔，干贝叔，这是干贝叔，来大哥来。我这边就是抓青蛙嘞，你就是抓几年吧。来，干贝叔这边三杯来抓来，谢谢。来大哥来，大哥啊，来二，来去休息。